网址 www.ahontp.tw。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敬请各位网友观赏，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只要对事无对人，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多谢多啦。江西的新风变大声，人在思念，今生的爱情也会孤单行。阿免悲伤，阿免着惊，最后才知思念。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来，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那么，咱这个电话依然是和董树林阿伯来订请的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来，阿宏继续报新闻，分析新闻，批判新闻哈。那么，咱这个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呐，之前有讲讲。啊，这个劳工哦，休困的哦，伤过侪啊啦，哈，休假哦，伤过侪啊啦，这种的这个言论引起，那么劳动团体啊，甲哪位都炮轰啊啦，你甲想，政治人物咯，对不对啦？你甲想，啊，即马国家就是安尼，上好是。一个月休的差不多十五天啊，上好啊，钱原在安尼尔，哦，是毋是安尼？啊，大家拢会当出国去旅行，啊，搁开公司的钱，你甲想倒一个卖，对毋对啦？唉，即嘛社会就是安尼啦。这个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伫个五月初八，今日已经十一啊啦。敢那伫咧拜五的款，那么参访到中华，那是江滨呐，江滨工业区，江滨工业区敢那伫咧王京遐的款。那么面对企业代表
啊，伫个抱怨，哎呦，如讲哦，放伤侪假啦，互产业吼竞争力拢降低啊啦，你甲想。啊，人伊嘛讲到你甲看，要参选2016年的这个总统啊，对不对？你甲看，伊偌高度咧？伊讲咱国家都爱向安怎行，安怎行，对不对啦？啊，奇怪，啊那安尼生，对不对？伊讲啊，这个罗岗的吼，休困休了伤多啊啦，对不对啦？敢那咱较早有人咧讲讲，乞食有食，佫会人乖乖，就是安尼。那么蔡英文嘛是安尼咧讲啊，啊。那么蔡英文回应呢？伊感觉吼，台湾的这个假吼，真正的啦，休困伤过多啦。话一个讲安尼啊，遭受到批评，啊，讲伊失言安尼啦。吼，啊，大家这劳动团体安尼啊，都骂啦。台湾哦，早就是废官之道啦。哈，你蔡英文拢未了解民情安尼啦，你票是为倒来？哈？你票是为倒来？你敢知？哈？当时的时阵啊，你若无一票的时阵啊，农民的这吼6000块，你敢会调？哦，对不对啦？所以就是安尼个批啊你。啊这哦，啊这6000块，敢那嘛不是蔡英文的时阵啊？当迄个什么阿扁啊，阿扁啊。那么蔡英文前礼拜，因为安那拜五讲的，你啊人就甲批啊，拜五批，拜六批，礼拜批挡袂牢。伫个前礼拜，嘛伫个民事啊来道歉安尼啦。伊讲哦，当时哦无完整的表达想法，你甲看，拢安尼啦。造成啊误解啦，拢大家拢误解就对啦，安尼。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伊讲哦，选举到啊，大家吼拢惊啦，就是吼，迄个工时啦，工资啦，休困啦，啊，拢变成选举的这个议题啊。那么，这是老实讲的啦，我讲老实讲就对了。啊，我真的啦，嘛感觉吼，台湾的这个假吼休困伤过多安尼啦，你甲想？这哦，啊这拄啊好，啊去呛到这个罗岗的你，啊你就知影，啊这罗岗，啊这就上界第一线啊，对不对？啊工人啊，工人的时阵啊，唔甲你做啊，也是要甲你变空变胖啊！啊，你这头家绝对害，对不对啦？那么月八日到这个江滨工业区来参访，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就讲的顺安尼啊，台湾的这劳工放假伤过多啦。事后吼，伊讲哎，感觉讲安尼伊唔对啊啦，安怎讲？人咧边啊，伊现讲安尼，人都咧甲吐槽啊，啊！啊，蔡主席，可能你的票箱计做下款啦，都甲讲安尼啊哩，所以感觉哎，我讲起唔对下款啦，吼、哦。那么伫个民事都澄清啊啦，强调当时哦无够时间就对啦，啊，完整表达想法安尼啦，造成误解啦。哦，诚挚会表达歉意安尼啦，但是吼、哦、破水难收啊！你乐团纷纷就炮轰啊，台湾乐港电线秘书长孙友仁，台湾已经是一个废官经济之下的这个过路，的这个岛，作为一个想要做国家领导人的人。本来就应该爱去尽量解决这个问题，你唔是讲话
这就是的时候，那算过过程内面的一个事件而已啊。啊，那么台湾护理产业工会的这个理事长姓罗，罗志炎，哦，这种女性的，伊讲哦，安尼的邻居哦，真正是唔知影为什么会安尼生啊。啊，你唔知咧做啥物嘿啊，佮想要做。啊，要选的时阵啊，2016年的这个总统，啊，讲话讲安尼，啊，啊，你拢唔知影民情，拢唔知影民意，啊，啊，你票箱做款哦，啊，啊，那么夜市的时阵呢，应该真正去基层，好好啊了解基层劳工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状态啦。嗯，啊，人蔡英文就安尼讲啊，人伊拢嘛深入啊，即个基层的，对毋对啦？当伊你甲看，啊，伊的孙仔呢，新闻都报啊，伊拢去南部、中部倒位啊的孙仔呢，基层的，啊，去围炉去创什么呀？伊哪会毋知，对毋对？基层的，诶，即个辛苦咧，是毋是安尼先？啊。那么，罗团对蔡英文发言。不以为然呐、啊！国民党更加抓到这个机会啊，吼、哦，召开记者会就痛批啊啦！啊，你甲想，都哪日拢安尼啦？啊，都哪日个时阵啊，拢不三时个时阵拢咧对决，吼、哦，咧抓人个空啊棒，吼、哦，见棒就插尖安尼就对个。那么国民党团书记长廖国栋，伊就讲啊。伊是不经意的讲法啦，吼、哦！但是吼、哦，不经意，才是真正的这个心意就对啦。啊，这个甲中国古代讲的时阵呢，何不食肉？哦，何不食肉苦？伊的这个进回地啊。不吃人间烟火，烟火就对了，啊，无什么无同款的所在就对了。那么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罗斯伯，看人讲人话，看鬼鬼鬼着，看着鬼鬼讲，看着鬼鬼讲鬼话啦。那么，伊看到工商团体就讲我无反商啦。那么看到劳工朋友，伊就讲的时阵安尼啊，该道歉安尼啦。啊，伊讲哦，阮毋知影蔡英文哦，倒一个才是真正即个蔡英文啊。那么，立委民进党的即个黄伟哲，黄伟哲讲的时阵安尼啊，民进党事实上。一路行来，啊，拢是徛在劳工的这个这边的，就对个啦。啊，当然的啦，你甲看，啊，普通人咧画的时阵安尼啊，这个选举伊就加工的时阵安尼啊，迄个什么农民的都爱啊，什么都爱加偌济啦，甚至6000、8000、10000里安尼，伫加就对个。甲国民党拢安尼啦，拢直直加去就对个。啊，遐钱呐，为倒来哩，是毋是安尼？啊，迄就等于同款买票啊，变相的即买票，啊人安尼讲无要紧，对毋对啊？所以吼，我感觉种政府，那么蔡主席。对劳工价的这个问题，伊讲吼，我感觉其实吼，啊，阁是经过吼，这个较慎重考量，啊来讨论啦，吼，会比较的较圆融一点就对了，较顽固的就对了。就连立言立委都讲啊，蔡英文哦，讲出劳工休困伤过多，这个话吼，伤害党的这个形象啊。要安怎啊？望样啊来
老咧，考验着蔡英文伊个即个危机应变安尼啦。啊，你甲想，哦，民进党甲国民党拢无共款，徛在立场拢无共款，就是拢对立的，拢绝对对立的。所以咱台湾吼，无和平的一天啦，无平静的一天啦。每天都是在战啊！啊，你甲想，安尼对国家敢好？我请问咱大家，安尼对国家敢好？所以我常常在讲，台湾的败，绝对败。早晚的，早晚的时阵，安尼阿强的就甲你硬起来啦！我甲你讲，好啦，讲到这结束，其他的就会讲这个网络，讲这個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听首暖歌，中国民众再见，拜拜。思念你，思念。离我离别三年啦，咱的梦也是你的梦，江边的海鸟怎会打醒阮人啊？天口声阴低哀，何人心内在那情，为想起好几年，不时来看，想着伊的人，天顶的月亮。来照你阮心啊，希望你传给我，你知影心内。想要飞去伊的身边，甜甜蜜，夜夜来见，也想着你，只有你。在乎我心边啊，等何时会相会？